因为国会对好1500米的长度。这个狮子门吊大桥不是因为桥头的石狮子，而是因为后面的山桥。狮门桥，佢最出名一条好长嘅吊桥。不過門票就犀利咯，港幣300蚊先行一行吊橋。呢個就是吊橋嗰個樣啦，咁高望落去，高空望就係咁樣。其中有啲瞭望塔啦。好優雅嘅餐廳。因为呢间好有地方色彩嘅餐厅，真系好似间自己屋企咁入到嚟，好似系喺以前嘅画像。佢咧系揾咗个位置坐喺嗰度。三文魚繁殖場北溫呢，同埋呢係市政府呢係喺度一齊合作，使到啲三文魚呢係喺度繁殖嘅，就唔係養殖，必經之路。但是产卵的时候1000个卵呢只能活6个三文鱼那个繁殖率太低了，所以人工建一个水坝，让三文鱼游不到上游去，而游到人工的繁殖区域，人工帮它繁殖呢1000个卵可以活300个。人工帮它做了一排排的，咁等佢容易跳上去繁殖。高蚝呢种呢就是最好吃的一种的，变成红色咁嘅鱼呢已经是不好吃的了，呢啲是我哋喂狗的一啲。因为人工繁殖，35日就繁殖成咁样。繁殖嘅时间咧，因为三文鱼爸爸妈妈会死咗，就食翻佢嗰啲尸体。呢啲系3到4个月咁大。呢啲系3-4年前放出去，而家咧游紧翻嚟上去上游噶啦。你一间睇啊！呢只马喺度想游上去，而家一路逆游游紧嘅，啲系水底下边，咁啊搏命喺度游啦。啊，好多条鱼喺呢度上紧。睇唔睇到？有啦，上啦，有啦。睇唔睇到啊？系啦。哇，又跌翻落嚟，阴公。就系咁挣扎噶啦。你望下呢度睇住佢点上啊？一路挣扎嘅，原来呢个第一关，我喺度睇紧啦。哇，上啊上，哇，好挣扎啊，阴公怪我。哎，上到两条啦，得啦得啦，哎得啦得啦，哎得啦得啦，哎啊上到啦上到上到上到，哇好嘢喎，喂有一条啦，上到啦上到啦，哎上嚟，铺头啊铺头啊，哎嗰条，再继续努力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。咁犀利，冲翻落。大概60条鱼咧，有一条咧就翻转头，呢个好难上，所以侧根咧做咗条路，就俾佢头先我哋睇个位喺度上啊。呢个就侧根嗰个路俾佢上去啦。我咧系培殖场啊，下边咧就好多鱼喺度噶啦。咁到呢度咧就系放翻落去，等佢落翻大海。Thank you.
坐的車就是美亞假期，嚟到呢個中心，其中有些人咧就坐呢一啲一日車周圍遊都得嘅，有很多個站上落，好多支旗杆，會議展覽中心 Canada Place。在這邊看就很有海運大廈的感覺。10月1日我們趕不及，不是有一團是300元就可以坐郵輪4日3夜的，就是遊北邊，這個是北溫。溫哥華市中心郵輪碼頭，整個市中心在這個 Stanley Park 望過去。 Stanley Park 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公園，這是 Raven Bear Mythic Bird Wise One Wolf Killer Whale 還有還有一隻 Thunderbird，這隻是講 Beaver 的，是真正在原始森林裏面將它拿到這裡的，原有的紅番是屬於它們的，很大的，是 Moon Mountain Goat Lizzie Bear， 還有一個 Whale 在下面。古老大橋好靚，咁我而家過緊呢個河啦，就經過呢個遊艇區。呢度西區啦，全部西區。呢邊西邊咧，就係有錢人區。所有西區嘅我嚟緊。嚟到呢個 Granville 島，咁即跟呢度咧有個 Public Market， 我而家又睇下先，買海鮮啊。好，九千入得。好多種生果賣。这个我们吃的一个 food court， 很多选的食物，40多元吃个羊肉批，相当好吃。继续呢还有一个菠菜批，430多元的 pizza， 很多肉，好吃的，这个还漂亮过香港的批。 market， 哇，啱啱飞去个头顶，不知道有没有中招。温哥华的西區海旁，這架 water bus 就是過對面海的，收1-2元，很多海鷗在這裡吱吱喳喳。 One man band， 呢度賣嗰啲遊艇票，大車載嚟，嗰啲好特別嘅鋪頭。
呢個十六街好靚啊，就係住間醫院聖波士醫院所在地。而家咧，知唔知見到紅色嗰座？呢間係開心醫院嚟嘅，開心座咁解。全部紅色，一欄紅色都係個醫院。上面咧高嗰度咧都系嘅，有个十字架嚟，系一间天主教医院嚟嘅。咁呢度咧系最旧啦，100年历史。Queen Elizabeth 公园。呢度朝头早咧好多人打太极拳嘅，一档二档。Coolam， 咁呢個 Terry Fox 咧就係好有名嘅，係籌款為呢間學校，年年咧都籌好多錢嘅，好有意思。